Health and Travel at Serbisyo Publiko, ang programang tunay na serbisyo publiko na nakaka-touch ng puso. Guasi Codin si Hilda Ong. Waki na ti Chita Chinese General Hospital and Medical Center ti Chong din ko. Ya waki na ako. Si Vance, wapit kang sige prostate, sige si Shokti dami ko. So, sige si special request ko. Kaya waki na kaya Dr. Jason Letran na igwe tiyang tiyang mong ko. Kasi ya, so ilang text wa din siya di watang solo ki watang kang sige, sige prostate eh. Yung ngayon po kasi ya, so ilang ng sa iya kwa be chua chong sia a si be che shang a yi sheng a si ni sia zo sha mi a tong shu bu sha mi sim tong slo para ini ka kin sa iya ba la sia pe lu cha lu ho che yi sheng e ka kin ba so pa che chong si kiao Dr. Jason Letran. Hi, good afternoon, tai ke ho an po. Doctor ya di ha mu mi a ke che sha mi a wa mu mi a ke se di che sun no wa sin di Mm-h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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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咱就先知影说 prostate 哦，这个症状有啥物问题？佮有三项的问题啦。第一就是发炎，佮吼，第二就是肿大粒，佮第三是毒瘤啦。所以你若是这发炎来讲哦，无论开血啦，通常佮有嘛二三十片、三四十片，start咯，会去着着发炎的啦。佮若真爱着着发炎嘛，有阵啊先高来的咯，还是 UTI 有爱尿尿道炎，再来早期到啊个症状线咧，佮迄个是发炎个。 第二是前列腺肥大还是增大？讲吼，前列腺肥大吼，通常是血脂较悬的人啦，五六十岁以上，讲吼，差不多，大家人的前列腺计增加大粒起来个。所以，差不多大家男性哦，到一个血脂大概会大粒的啦，不过无大家人哦，大粒会艰苦小便个。喏，第三个问题就是 prostate cancer， 个是前列腺毒瘤个吼，前列腺毒瘤交前列腺肥大哦，差不多个是伫血脂悬的。 男性哦，会去钓钓的啦。嗯嗯，了，再有人一寡伊咧讲过，因就暗暝过，也爱去学车道啦。这个就是要开始了吧？恁暗时也一直伫小便咧，讲吼有真侪原因啦。喏，第一个原因，除非这个前列腺增大以外，讲吼啊，骨量啊，这个原因就是说你暗时来啊熬啉水，哦习惯来食暗顿直直啉水，当然咧你做水入来，但是做水出去个。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啦。第三，有个人是排水面个，所以比如说胃困的，缓解来缓解去，想想咧就要走去放尿个，这个也是一个可能性啦。所以唔是因为说你暗时搞放尿，就是真的算系问题啦。然后就咱就该，咱就是个分解个，看下个问题是为倒落来个，咱就我当讲多一个问题啦。啊，为那么是咧讲过，可能因可能无法当夹尿吧。 是啊，迄个袂较艰苦，轮流的，刚好，因为哦，你前头说那大粒，不，你个尿多会变较敏感个，所以你尿多若较敏感哦，较有尿内面哦，自然是要该闪出来，刚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现象啦。不过你这个要，咱就要闪尿的，这个要无嘟嘟是前头说来的啦。比如说有阵尿多少咯，然后啊是说尿更有少，啊是大粒状个体问题。啊，所以那是讲过，就像讲啊，因那咧小便个了则。 因为看到因为迄个尿垢有角淡薄啊，灰垢，这个也是着注意的嘛。当然咯，那恁若是小便有放血哦，更加问题咯。咁，所以第一等咱来讲，真的算更啊肥大咧，大来艰苦。最第普通的现象哦，第一就是说，你放尿，咱就较无力，佮较排出来个。即放尿，咱就说有存尿咧内面放袂了，佮吼，迄个是一个现象个。第三就是你放尿停止嘛，或者再放，停止嘛，或者再放。 有阵啊嘛，你放尿的时阵，就等要小便的淤水，就等啊野久尿再走出来，迄个也是一个现象。到你暗时直直放尿，迄个也是一个现象。所以，这是前列腺肥大的现象啦。但是，你若说小便有血来塞，刚好这个通常唔是前列腺肥大的现象啦。
你那小便有放血个吼，咱第一滴是咧想三个可能性个。第一滴可能性是发炎个，是尿道炎、前列腺炎哦，有阵咧，互你小便有放血个。第二是惊结石啦，那腰子石、尿道石，还是尿管石个，还是下个。第三就是瘤个吼，腰子瘤、尿管瘤、尿道瘤，啊，跩也是会互你放血啦。所以你那便有放血哦。咱随时要想，就是要想这三个原因了嘛。嗯，哎，了在你把亲像那男的那咧小便哥，是讲迄个飞个迄个力白个咧粗，迄个了个，看咱较无力了个，还是沉地你咧看的吧？是啊，你迄个小便较无力的，就是我头前面咧甲你讲的，就是前列腺增大的现象啦。因为前列腺哦，伊是包围伫个尿管咧啦。所以哦，你若前列腺肥大、增大哦，伊个尿管去越红个，所以尿管若越红，就较排小水个。拄可能像厝内暗空个吼，咱厝内也是换刀，换刀若去塌咧哦，有一个菜塌咧去换刀咧，伊小水也是较无流利个吼，所以这个就是前列腺的红个恁来，咱用前列腺来形容，就是用这个厝内暗空还是厝内换刀哦来形容啦。了，伊个容易咧 erectile dysfunction 咧。Erectile dysfunction， 咱人是叫做阳痿个吼，还是性无能个吼？这个我通常我交前列腺无嘟嘟关系啦。原因哦，较像是当然嘞，你血脂愈高，一个性，但是较无个第一，第二一个荷尔蒙，男性的荷尔蒙少落来，第三有可能就是说有糖尿病咯，影响到一个神经线个吼。第四是说血管去塌嘞，所以无够血管通冲通冲入去一个 organ 的内面，会淤起来，更好，再个是一个原因啦。骨落尾哦，就是心理啊，有个人就是说，代志多，烦恼、辛苦哦，所以再有也是会去影响到一个性的代志咯。啊，所以即阵个啊，因也是蒙古，因为啊，通常因就开始跪嘿。就开始 check up 了。啊，是说，咱若要讲前列腺癌的，讲吼，通常咱爱差不多四五十岁大咯开始啦，先五岁至五十岁开始啦。但是恁若是说有是大人咯，还是有上啊亲戚，着将个前列腺的毒瘤，讲吼，你着搁较早咧啦，因为这个前列腺的毒瘤哦，有往个遗传性啦，喏。所以，恁若是说前列腺增大，讲吼，通常差不多五六十岁大咯开始，个那无现象哦。先去找一个医生隆重总 check 者，但是说无代志，医生会甲你讲哦，下年还是过两年再过来，然后咱就看去看一个情形。嗯，了了，亲像阵阿咧，就是礼拜头上阿咧 physical check up， 阿咧验胃咯 ，laboratory 咯，通常那是一个 B， 就咱通常就 check 一个 PSA 版阿啥物。哦，是啊，所以恁阿咧验血，佮吼当然咧，除非怀普通验血咯，验糖尿咯。用在 cholesterol 落在个 uric acid 落在，通常那是阮泌尿科医生哦，阮第一滴咧验是验 PSA 啦。PSA 是叫做 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所以这个 PSA 咧看是要看是看，那个 PSA 是咧看这个前列腺毒瘤的可能性啦。唔是因为说你 PSA 高哦，就是稳当毒瘤个，唔是啦，慢啦。比如你 PSA 呐愈高哦，毒瘤的可能性哦愈高点啦。所以咱若是说验这个 PSA， 看起哦无正常咯。当然嘞啊，唔是孤单说毒瘤在乎 PSA 高嘛。阮当然就该看，伊若要有发炎，迄个也是有可能带来 PSA 高，还是说目下再去参加的对了后，还是去照大肠了后再去验 PSA， 但是会较贵淡薄。个阮就看迄个情形嘛。比如普通就是说你 PSA 动骨较贵哦，咱就是开始怀疑说这个哦有可能哦有 prostate。毒瘤哦，还是前列腺毒瘤啦。通常个 PSA normal range 就贵啊。PSA 通常是 zero to four， 喏零到四刚好。所以你那是 B 四较贵哦，那是说无别的原因啦，比如说小便无发炎个，但是你 PSA 也是 B 四较贵刚好，那个前列腺的毒瘤的可能性贵起来点啦。所以通常你那是四到十来讲个，正常是零到四个，所以你那四到十步。可能性差不多是30%到35%啦。你若是十到二十步，可能性变成35%到40%噶。所以愈贵哦，可能性愈贵点啦。In fact， 我解那你若是正常个 2.5 to 4，喏，算起来是叫做正常，如果也够差不多10%到15%多，有前列腺瘤啦，特别伊若有这个厝内是大人，还是亲戚得 prostate cancer， 个咱就特别个较注意啦。
像迄庙，伊啊，亲像伊个爸，伊个老爸有过，所以若家若有过，即个有啊，当然也真得得着吧。有啊，咯，因为哦，你种诶，即个两种诶 prostate cancer 个吼，唔是讲单用 PSA 了啦，那 PSA 是咧验一个血个，但是哦，有一个叫做 genetic testing 个，就是说，譬如说你这个时代人有得着 prostate cancer 哦。怀疑呢，是介只少年家人个二三十岁哦，你做你个验一个叫做 genetic testing 个哦，通看说看这个哦，有一个毒瘤的可能性还是无啦，所以真早不人咱就会掠掉咯。所以这个人，比如说你去验一个 genetic test， 说有一个毒瘤的可能性真贵，所以咱就个特别较注意过咯。所以三十岁无办三十岁就开始咧验 PSA， 较上个检查咯。把啦，可是你若有这个 genetic 这个遗传性的 prostate cancer 通常较恶啦，所以你若较恶个有阵哦，你若较晚淡薄掠到哦，惊袂好咯。所以哦，这个 genetic testing 真重要。所以跩时代人若想要得着 prostate cancer 哦，伊怀孕啊怀下代的人哦，你最好哦，就去叫你医生讲过靠什么 genetic testing 通 test 哦，通掠一个毒瘤的可能性。啊，但因为讲过啊，咱即阵的隆重款的毒瘤个。是这个 prostate cancer， 伊咧 grave 吧，较慢吧，比较别个毒瘤。是啊，这个 prostate cancer 哦，是一个较慢的 cancer 啦。哦，thyroid 哦个啊，个啊甲状腺啊是一个较慢的。刚好，不然那是阮的 field， 阮的图，这个 prostate cancer 是有影较慢啦。但是哦，你伫种个 prostate cancer 慢来讲哦，唔是说隆重真慢，恁若有一个。较紧的人啊，所以咱若咧讲哦，种个 prostate cancer 可能真就有叫做乌龟，有叫做白兔，有叫做鸟啦。所以若鸟也紧随是变恶化去个吼，所以有一个 prostate cancer 是一个体啦。较最好是乌龟啦，乌龟是安尼慢慢啊个。不过你若慢慢啊，你若记载起哦，慢慢啊去数，乌龟嘛是我当数到 finish line 的，对吧？所以哦，咱哦重要就是虽然伊是慢个吼，咱也是得注意啦。And in fact, 就是因为伊是慢哦，所以咱无理由哦，这个 prostate cancer 的人哦，会为 prostate cancer 拖到也严重，而且大应该是都无理由吧，因为伊都慢，所以咱要抓到的机会哦也贵个，所以咱当失去一个抓到一个毒瘤的机会啦。所以呐，就像伊那去验血，伊 PSA 那是最讲70-90还是10几个，了则伊那咧小便那个粗还是少少。啊！上力话厕所咯，就是差不多提示就去找医生咯。第一是咯啊，因为血脂呢咧管，第一就是我有讲过，咁啊无什么现象哦，最好是就找医生去检查一下。咁，不然呢就说你咧讲嘅情形，小便粗较慢，较艰苦出来，然后交伊嘅 PSA 较贵。其实哦，迄两个是两个无相同嘅问题啦。所以放尿较慢哦。一个较无力的，迄个的问题是因为伊 prostate 大粒，去塞尿管，所以迄个带来迄个放尿较慢淡薄，迄个是前列腺增大的问题。但是你 PSA 若咧贵哦，通常是前列腺毒瘤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哦，会做你对一个 patient 哦，迄两项代志去发生啦。因为迄两个是血脂贵会变嘛，所以你血脂若较贵。prostate 但是会较大粒，你着 prostate 毒瘤也是会较贵点个。所以，病人一啲是会知影，那个伊即阵伊有一个毒瘤，如果那你医生你会讲，你通常你会叫伊排尿试，还是要叫伊创啥？第四个年前哦，通常就是你 PSA 若贵哦，咱就着去排尿试，才会随时知影啦。不过你排尿试哦，算起来唔是真准吧？另外，这个四五年前的代志咁，因为咱四五年前无一个叫做 MRI 啦，哦，所以你四五年前就说你 PSA 那里贵，你去个排尿试看咩，较有瘤还是无瘤咁？但是这个好有 MRI 啦，所以这哦，我的 patient 那是 PSA 贵哦，除非伊贵啊，伤过贵离过，像50-100，喏，较最哦，比如说那是伫4-20的大陆咧左右咧走，刚好我大概叫人去装一个 MRI 啦。可是 MRI 哦，伊若看到说内面有瘤哦，咱有法当去带个特个所在啦。你 MRI 若无看到有瘤哦，咱有可能也可以做小观察一下啦。可是哦，你 MRI 若无瘤哦，通常哦，迄个 prostate 哦也是无瘤啦。那有瘤嘛哦，通常是用个真慢性的瘤个，所以无拄到就赶紧去解割，还是赶紧去解医啦。
啊，比较重要就是说，总而言之 ，PSA 那关于你找医生，通常你验一个 MRI 那是说有代志，则买药剂；那无代志哦，有个机会当小看，安尼观察一下看卖啦。啊，了则我头阵啊讲，我有去咱这种恁有这个新的 PET scan 过，伊讲咱这种恁个 PET scan 也是有咧验 prostate 的嘛？是啊，这个 PET scan 讲吼，那 PET scan 真侪款啦，有一款叫做 FDG 的 PET scan， 讲吼 FDG 的 PET scan 是咧验一般我通常的毒瘤啦。你那是验 prostate 的毒瘤，是叫做 PSMA， 那 PSMA 是叫做 prostate specific membrane antigen。所以这个 PSMA 刚好是潜在个人的身躯的器官咯。这个 PSMA 原理又是安尼啦，咯，伊也够黏的身躯，看你身躯多落所在有 prostate cancer 的细胞个吼，那个 PSMA 去黏那个所在啦。所以你黏那个所在了，你才会照个。所以你身躯呢，什么所在有 prostate cancer 的细胞哦，伊会出红色起来啦。所以你若看见倒落所在有红色，哦，你就知影这个有个毒瘤的可能性。所以你就我当去调查说，看这个瘤 ，prostate 的有无，有通去淋巴腺无，还是通去骨嘞无，通去肺嘞无，还是通去肝嘞咯？所以咱我当用这个 PSMA 哦，来查说看这个瘤有通去到别的所在还是无啦。所以这个是一个目前咯最第一新色，会要来查 prostate cancer 的用的招法啦。咱从恁近来哦是有个吼，这个算起来是全里边哦最第一先进的诶 machine 哦，是伫咱遮中庭诶落啦。即种中庭即个故事，伊是咧讲有128个 size 嘛？哦，128许哦哦哦哦。所以即个128哦，你若要验过，看到骨卡也认识。伊有我当骨卡准啊，因为伊有我当真紧哦，我当感觉怀隆中应该着抓到个个，所以你先去那个震动哦，较袂明显吧，因为你一落去。验到也做 slice 落个，所以会较准啦。有阵时就咱也是讲，咱 confirm 啦，下是要毒瘤咯。所以 doctor 你通常你甲病人做啥？那验到有 prostate 毒瘤，最第一就是说看这个病人哦，也够有偌侪年通活啦。咱讲一句较歹听来讲，咱头前摆讲讲是说 prostate 通常是慢，所以可能恶固来讲。所以你这个人那是说85岁、90岁。十个坐伫轮椅咧，无啥力咯，袂，咱家己认为说，看起来剩是讲4-5年通活，你无办无拄拄着赶紧去割一个 prostate 啦，因为你若要交伊个几年的生活性命来拼哦，有可能伊个为几年的原因拢行哦，计是为 prostate cancer 行啦。但是你若交一个 let's say 60岁人，少年啊，身躯臃肿，哦，也少年体运动员。才得到 prostate cancer， 所以咱知影这个人有20-30年的时间当活百个，所以你这个 prostate cancer 你若记在起哦，4-5年来通常是无代志啦。嗰啲若是4-5年后哦，一拖去到骨咧咯，咱就无容易咯。所以哦，咱若是认为说这个人哦有也侪年当活百哦，咱就得该医啦。但你若要医哦，第二步就是说看这个瘤哦，有拖去别个所在还是无个，所以咱会做用这个 PSMA 哦来照啦。因为这个 PSMA， 我当看说看这个瘤有走去淋巴腺无，走去肝，走去骨，走去肺。所以，譬如说你若无看见说有脱去别个所在，所以你知影说这个瘤是伫前列腺内面，这个叫做 localized prostate cancer。所以你若伫前列腺内面哦，咱就我当解决这个前列腺个。所以这个也够我当断根的解决啦。断根的解决就是说，意思是 completely healed or completely cured。所以你若是说要断根解决，到当然手术是最第好的方法个。伊规个 process 割起来，伊个有瘤的所诶物件割起来就是瘤解决个。第二个方法会做用电疗啦，电疗就是叫做 radiation treatment 个。第三是寸管肌肉的器官吼叫做 brachytherapy or seed implant 喏。所以有这几个方法啦。那有个人是说若要食药咧，会做未？你若食药哦，通常是咧控制个。所以你这个毒瘤，你若用控制哦，到一个时期也无法当控制咯啊，所以有可能会失去诶机会当以后的机会啦。本你这个人，譬如说，若是说，存过年当活，攞血脂管，当然咱但是未该手术咯，因为身躯都无解药嘛，所以咱就会做用药来给控制。所以咱就看一个情形啦。不，通常就是说，咱若有迄个10几年的时间当活下迄个人哦。有一个生命，一个 life expectancy 呢，可以到10年哦。
所以最好也是个 surgery 起来较好些啦。嗯。譬如伊那，你若是讲 surgery 刮过，通常那是爱怀较少嘿，怀差不多的五十岁以下。啊，六十岁以下当中，哦哦，加一把，加一把，哦，这其实这个人哦，咱唔是孤单看黑字嘅，因为你看，有个人八十岁看起来跟咱六十岁咧，有个人六十岁看起来跟咱八十岁，那所以咱无法当孤单用黑字哦，来讲说，看咱要用什么医法啦，咱就看一个人嘅身躯咁，哦，真侪人这其实哦，你若七八十岁人，即无算做老了吧？因为即大家也注重身体，也注重健康，所以大家人的血脂哦，虽然贵哦，大家也会也用咧噶。所以咱无法当说，因为伊血脂贵，咱就无要甲伊个 prostate。因为所以我唔只说头前啊，我咧讲，我唔是讲血脂，我咧讲一个 life expectancy 咯。哦哦。Hi， 我是 Codinci。Hildong, working at the Chinese General Hospital and Medical Center, the Chongdin Go. You're working at Go, Sivans, Wabek Kang, Tigger prostate, Tigger Shok de la Bego. So, Tigger's special request go, Kawakina, Kyo Doctor Jason Letran. Na Igwe Tiang Tiang Mungo, Kasi Yatui Lang Texwa, Din Tia, Diwatang Solo, Kiwatang Kang, Tigger prostate, Yang Epo Kasi Yatui Lang.唔知影看要怎啊创啥，还是要找啥啊医生，还是呢在做啥物啊？通常有啥物symptoms咯，把因呢较紧知影吧。那是要如何如何找医生会较紧吧？所以我这种是叫 Doctor Jason Letran。哎，有啦，等侬大家好安波。Doctor 啊，你哈门名叫做啥物啊？我哈门名叫做李杰顺，我姓李。嗯嗯，你讲即阵哦，咱要讲过，如果即个属地属地哪咩的话，即个 prostate 的问题，个 prostate 的人会怎样讲啊 ？prostate 人会叫做前列腺，个吼，还是有会叫做叶核酸，我说有这两个红个啊讲法哦。通常做的是哪咩？那通常贵些，再感觉自己咧无好些咯。第一，咱就先知影说 prostate 到这个前列腺有啥物问题，佮有三项的问题啦，第一普通的，第一就是发炎个吼，第二就是肿大粒个，第三是毒瘤啦。所以你若是即发炎来讲，我无论几岁啦，通常到嘛二三十岁、三四十岁，大路会去钓到发炎的啦。佮若真爱钓到发炎嘛，有阵啊先交来个咯，还是有 UTI 有红个尿道炎，再来走去到啊个前列腺咧，佮迄个是发炎个。第二是前列腺肥大还是肿大？讲吼，前列腺肥大吼，通常是血脂较悬的人啦。五六十岁以上，讲吼，差不多，大家人的前列腺计增加大粒起来个。所以，差不多大家男性哦，到一个血脂，大家个会大粒个啦。但咯，无大家人哦，大粒会干枯小便个。喏，第三个问题就是 prostate cancer， 个是前列腺毒瘤个吼。前列腺毒瘤交前列腺肥大哦，差不多计是伫血脂悬的。男性哦，会去钓钓的啦。嗯嗯，了再有人一寡伊咧讲过，因做阿弥哥也爱去学车道啦，这个就是咧开始了吧？恁暗时也爱直直小便的，讲有真侪原因啦，喏。第一个原因，除非个这个前列腺增大以外，讲吼啊，佮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暗时来阿熬啉水，我习惯来食暗顿直直啉水，当然咧你做水入来，但是做水出去个。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啦。第三，有个人是排罪敏感，所以比如说袂困的，翻过来翻过去，想想咧就要走去放尿咁，这个也是一个可能性啦。所以唔是因为说你暗时搞放尿，就是前列腺的问题啦。咱就是个分解个，看迄个问题是为倒落来个，咱才有法当讲多一个问题啦。啊，为那么是咧讲过，可能无法当夹尿吧。迄个也是有属的一个问题咯。是啊，迄个袂较艰苦，轮流的，因为哦，你前列腺若大粒，包你个尿道会变较敏感个，所以你尿道若较敏感哦，较有尿内面哦，自然就要该渗出来，个吼，所以这个是一个现象啦。但咯，你这个要，咱就要渗尿的，这个无独独是前列腺来的啦。比如说有阵尿道浊咯，然后啊是说尿管有浊，啊是大粒状个体的问题。啊，所以伊若是讲过，就像讲啊，伊若咧小便过尿渣。因为看到因的迄因的尿垢有夹淡薄啊灰垢，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嘛。当然咯，那恁也是小便有放灰哦，各个问题咯。所以第一，咱来讲前列腺，
啊，肥大咧带来艰苦，最底普通的现象，我第一就是说，咧放尿，咱就较无力，佮较排出来，佮，即放尿，咱就说有存尿咧内面放袂了，佮吼，迄个是一个现象，佮。第三就是你放尿停一阵嘛，我再放，停一阵嘛，我再放。那有阵啊嘛，你放尿的时阵，就等要小便的遗嘴，就等啊牙骨尿再走出来，迄个也是一个现象，佮。到你暗时直直放尿，迄个也是一个现象，佮。所以这是。真的算肥大的现象啦，但是咧说小便有血来说，讲吼，这个通常唔是真的算肥大的现象啦。你若小便有放血，讲吼，咱第一滴是咧想三个可能性个。第一滴可能性是发炎，讲是尿道炎、真的酸炎哦，有阵咧，互你小便有放血个。第二是惊结石啦，那腰子石、尿道石，还是尿管石个，还是下个。第三就是瘤，讲吼，腰子瘤、尿管瘤、尿道瘤。我主要也是会让你放血啦，所以你若变若有放血哦，咱随时要想就是要想这三个原因了啦。嗯，啊，了后再你把亲像那男的那咧小便过，是讲迄个肥个迄个力白迄个粗迄个尿过，可能较无力咯，还是沉滴你咧看的吧？是啊，你迄个小便较无力的，就是我头前面咧跟你讲的，就是前列腺增大的现象啦。因为前列腺哦，伊是包围伫个尿管咧啦。所以哦，你若前列腺肥大、增大哦，伊个尿管去越红个，所以尿管若越红，就较排小水个。拄可能就厝内暗空个吼，咱厝内也是换刀，换刀若去塌咧哦，有一个菜塌咧个换刀咧，伊小水也是较无流利个吼，所以这个就是前列腺的红个恁来，咱用前列腺来形容，就是用这个厝内暗空还是厝内换刀哦来形容啦。有伊个容易咧 erectile dysfunction 咧。Erectile dysfunction， 咱人是叫做阳痿个吼，还是性无能个吼？这个我通常我交前列腺无嘟嘟有关系啦。啊，原因哦，较像是当然嘞，你血脂愈高，啊，一个性，但是较无个第一，第二一个荷尔蒙，男性的荷尔蒙少落来，第三有可能就是说有糖尿病咯，啊，影响到一个神经线个吼。第四是说血管去塌咧，啊，所以无够血管通。从冲入去一个 organ 的内边，会硬起来，更好，再一个是一个原因啦。啊，骨落尾哦，就是心理啊，然后为人就是说，代志多，烦恼、辛苦哦，所以再有也是会去影响到一个性的代志啦。啊，所以即阵个啊，因那是蒙古，因为啊，通常因就开始跪起，就开始 check up 咯。啊，是说咱若要讲前列腺男的，讲吼，通常咱爱差不多四五十岁大咯开始啦，先五岁至五十岁开始啦。但是你若是说有是大人咯，还是有上啊亲戚着着从个前列腺的毒瘤，讲吼，你着搁较早咧啦，因为这个前列腺的毒瘤哦，有往个遗传性啦，喏。所以，你若是说前列腺增大，讲吼，通常差不多五六十岁大咯开始，个那无现象哦。先去找一个医生隆重总测一下，但是说无代志，医生会甲你讲哦，下年还是过两年再过来，然后咱就看，去看个情形。嗯，了了，亲像阵啊咧，亲像礼拜头上咱啊咧 physical check up 啊咧验胃咯 ，laboratory 咯，通常那是去 B， 就咱通常就 check 去 PSA 嘛，那啥物？哦，是啊，所以你啊咧验血，刚好当天咧，除非怀普通验血咯，验糖尿咯。用在 cholesterol 咯，在个 uric acid 咯，在通常那是阮泌尿科医生哦，阮第一滴咧验是验 PSA 啦。PSA 是叫做 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所以这个 PSA 咧看是要看是看，那个 PSA 是咧看这个前列腺毒瘤的可能性啦。唔是因为说你 PSA 贵哦，就是稳当毒瘤个，唔是啦，慢啦。比如你 PSA 呐愈贵哦，毒瘤的可能性哦愈贵啲啦。所以咱若是说验这个 PSA， 看起哦无正常咯。当然咧啊，唔是孤单说毒瘤在乎 PSA 贵嘛。阮当然就去看，伊若要有发炎，迄个也是有可能带来 PSA 贵。啊是说目啊再去穿加得底了后，啊是去照大肠了后再去验 PSA， 但是会较贵淡薄。个阮就看迄个情形嘛。比如普通就是说你 PSA 动骨较贵哦，咱就是开始怀疑说这个哦有可能哦有 prostate。毒瘤哦，还是前列腺毒瘤啦。通常个 PSA normal range 就贵啊。PSA 通常是 zero to four， 喏零到四刚好。所以你那是 B 四较贵哦，那是说无别的原因啦，比如说小便无发炎个，但是你 PSA 也是 B 四较贵刚好，那个前列腺毒瘤的可能性贵起来顶啦。
所以通常你就是四九十来讲，个正常是零到四个，所以你就四九十步，可能性差不多是30%到35%啦。你若是十到二十步，可能性变成35%到40%个。所以你愈贵哦，可能性愈贵点啦。In fact， 我解那你那是正常个 2.5 to 4，喏。算起来是叫做正常，如果也够差不多10%到15%多，有阵的算流了，特别伊若有这个啊，出来的是大人，还是亲戚得着 prostate cancer， 个咱就特别更加注意了。就起容易啊，像伊个老爸有过，所以若家若有过，这个我当然也得得着吧。有啊，咯，因为哦，你种个。这个第二种的 prostate cancer 个吼，唔是讲单用 PSA 了啦，那 PSA 是咧验那个血个，但是哦，有一个叫做 genetic testing 个，就是说，譬如说你这个四大人有得 prostate cancer 哦，怀疑呐是介只少年家人个二三十岁哦，你要做你个验这个叫做 genetic testing 个吼，通看说看这个哦有那个毒瘤的可能性还是无啦，所以真早不人咱就会掠掉咯个。所以这个人，比如说你去验那个 genetic test， 说有那个毒瘤的可能性真贵，所以咱就是个特别较注意过咯。所以三十岁无办，三十岁就开始咧验 PSA， 较上该检查咯。把啦，假使你若有这个 genetic 这个遗传性的 prostate cancer， 通常较恶啦。所以你若较恶个有阵哦，你若较晚淡薄掠掉哦，惊袂好咯。所以哦，这个 genetic testing 真重要。所以在四大人若上奥得 prostate cancer 哦。伊怀孕啊，怀下代嘅人哦，你最好就去叫你医生讲过，靠啥物 genetic testing 通 test 哦，通掠一个毒瘤嘅可能性。啊，但因为讲过啊，咱即阵嘅隆重款嘅毒瘤个，是即个 prostate cancer， 伊咧，我们讲伊咧 grave 吧，较慢吧，比较别个毒瘤。是啊，即个 prostate cancer 哦，是一个较慢嘅 cancer 啦，哦，大概哦个啊，红个。啊，甲中山也是一个较慢的，刚好。不然那是阮的 field， 个阮的图，这个 prostate cancer 是有影较慢啦。但是哦，你伫种个 prostate cancer 慢来讲哦，唔是说隆重真慢，恁啦有一个较紧的啦。所以咱来咧讲哦，种个 prostate cancer 可能真就有叫做乌龟，有叫做白兔，有叫做蕉啦。所以那蕉也紧随是变恶化去，刚好。所以有一个 prostate cancer 是一个体啦，较最好是。乌龟啦，乌龟是安尼慢慢啊个，唔过你若慢慢啊，你若记载起哦，慢慢啊去数，乌龟嘛是我当数到 finish line， 对吧？所以哦，咱哦重要就是虽然伊是慢个吼，咱也是得注意啦。And in fact， 就是因为伊是慢哦，所以咱无理由哦，这个 prostate cancer 的人哦，会为 prostate cancer 拖到也严重，我说应该是都无理由吧，因为伊都慢，所以咱要抓到的机会哦也贵个。所以咱当失去一个抓到一个毒瘤的机会啦。所以伊那泉州伊那去验血，伊的 PSA 咧是最讲70-90还是10几个？了则伊那咧小便那个粗还是像像啊啊上咧话厕所那个，就是差不多开始就去找医生咯。Well， 第一是咯啊，因为血脂那咧管，第一就是我就讲个，敢那无什么现象，我最好是就找医生该检查者个。不定就是你咧讲的情形，小便粗较慢，较艰苦出来，然后交伊的 PSA 较贵。其实哦，迄两个是两个无相同的问题啦。所以放尿较慢哦，一个较无力的，迄个的问题是因为伊 prostate 大粒，去塞尿管，所以迄个带来迄个放尿较慢淡薄，迄个是前列腺增大的问题。但是你 PSA 若咧贵哦，通常是前列腺毒瘤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哦，会做你对一个发生的哦，迄两项代志去发生啦。因为迄两个皆是血脂贵会变嘛，所以你血脂若较贵 ，prostate 代谢较大粒，你着 prostate 毒瘤也是会较贵点个。所以病人一直是会知影，那个伊即阵伊有一个毒瘤，如果那你医生你会讲，你通常你要叫伊排尿试，还是要叫伊做啥？第四个年前哦。通常就是你 PSA 若贵哦，咱就去买药试，才会就是知影啦。不过你买药试哦，算起来唔是真准吧？顶摆是个四五年前的代志，咁因为咱四五年前无一个叫做 MRI 啦，哦，所以你四五年前就是你 PSA 若咧贵，你去个买药试看咩，看有瘤还是无瘤咁。但是这个吼有 MRI 了，
所以这哦，我的 patient 那是 PSA 贵哦，低会一贵啊，上加贵二挂，像五十一百喏。较最哦，比如说那是伫四到二十的大楼咧左右咧走，刚好我大概叫人去装一个 MRI 啦。可是 MRI 哦，伊若看到说内面有瘤哦。咱有法当去大个特个所在啦。你 MRI 若无看到有瘤哦，咱有可能也可以做小观察一下啦。可是哦，你 MRI 若无瘤哦，通常哦，啊，迄个 prostate 哦也是无瘤啦。那有瘤嘛哦，通常是用个真慢性的瘤个，所以无拄对着赶紧去解割，还是赶紧去解医啦。我比较重要就是说，总而言之 ，PSA 若高，你找医生，通常你验一个 MRI 若是说有代志。则卖入市，那无代志哦，有个机会通小看，安尼观察一下看卖啦。啊，了则我头阵啊讲，我有去咱只咱只种恁有这个新的 PET scan 过。嗯嗯。伊讲咱只做这个 PET scan 也是有咧验 prostate 的嘛？是啊，这个 PET scan 刚好那 PET scan 真侪款啦，有一款叫做 FDG 的 PET scan， 刚好 FDG 的 PET scan 是咧验一般和通常的毒瘤啦。嗯嗯。你那是验 prostate 的毒瘤，是叫做 PSMA， 那 PSMA 是叫做 prostate specific membrane antigen。所以这个 PSMA 刚好是潜在个人的身躯的器官，喏。这个 PSMA 原理哦是安尼啦，喏，伊也搞黏的身躯，看你身躯多落所在有 prostate cancer 的细胞，刚好那个 PSMA 去黏那个所在啦。所以你黏那个所在了，你才会照个。所以你身躯咧，什么所在有 prostate cancer 的细胞哦，伊会出红色起来啦。所以你若看见多落所在有红色，哦，你就知影这个有个毒瘤的可能性。所以你就我当去调查说，看这个瘤 prostate 的有无，有通去淋巴腺无，还是通去骨咧无？通去肺咧无，还是通去肝咧咯？所以，咱如果当用这个 PSMA 哦，来了解看这个瘤有通去到别个所在，还是无啦？所以，这个是一个目前咯最第一新式，会要来了解 prostate cancer 的用的做法啦。咱从恁近来哦是有个吼，这个算起来是全里边咯最第一先进的machine 哦，是伫咱家中庭的咯啦。这种中庭这个故事，伊是咧讲有一百二十八上个 size 嘛。哦，一百二十八，哦哦哦，哦哦。所以这个一百二十八，你若要验过，看到骨卡也认识。伊有我当骨卡准啦，因为伊有我当真紧咯，有我当夹住怀隆中应该就抓到个个，所以你身躯那个震动哦，较袂明显吧，因为你一落去。验到也做 slice 落个，哦，所以会较准啦。了，即就咱也是讲，咱 confirm 啦，下是有毒瘤咯。所以 doctor 你通常你甲病人做啥？那验到有 prostate 毒瘤哦，最第一就是说看这个病人哦，也可有偌侪年通活啦。咱讲一句较歹听来讲哦，咱头前摆讲讲是说 prostate 通常是慢，所以较难恶固来讲。所以你这个人那是说85岁、90岁。十个坐伫轮椅咧，无啥力咯，袂，咱家己认为说，看起来剩是讲四五年通活，你无办无拄拄着赶紧去割一个 prostate 啦，因为你若要交伊个几年的生活性命来拼哦，有可能伊会为几年的原因拢行哦，计是为 prostate cancer 行啦。但是你若交一个 let's say 60岁人，少年啊，身躯臃肿，哦，也少年体运动员。才得到 prostate cancer， 就咱知影这个人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当活百个，所以你这个 prostate cancer 你若记在起哦，四五年来通常是无代志啦。嗰啲若是四五年后哦，一拖去到骨咧咯，咱就无有意咯个。所以哦，咱若是认为说这个人哦有也侪年当活百哦，咱就得该医啦。但你若要医哦，第二步就是说看这个瘤哦，有拖去别个所在还是无个。所以咱会做用这个 PSMA 哦来照啦。比如这个 PSMA， 我当看这看这个瘤有走去淋巴腺无？走去肝、走去骨、走去肺。所以，比如说你若无看见说有脱去别个所在，所以你知影说这个瘤是伫前列腺内面，这个叫做 localized prostate cancer。所以你若伫前列腺内面哦，咱就我当解决这个前列腺个。所以这个也够我当断根的解决啦。断根的解决就是说，意思是 completely healed or completely cured。所以你若是说要断根解决，到当然手术是最第好的方法个。伊规个 process 割起来，一个有瘤的所诶物件割起来就是瘤解决个。第二个方法会做用电疗啦，电疗就是叫做 radiation treatment 个。第三是寸管肌肉的器，更好叫做 brachytherapy or seed implant 咯。所以有这几个方法啦。
那有的人是说，那要吃药呢，会做未？你若吃药哦，通常是咧控制噶，所以你这毒瘤哦，你若用控制哦，到一个时期也无法当控制咯啊，所以有可能会失去迄机会当以后的机会啦。嗯。但你这个人，比如说，若是说，从过年当活，然后迄支管，当然咱但是未甲手术咯，因为身躯都无解药嘛，所以咱就会做用药来给控制。所以咱就看一个情形啦。对，通常就是说。咱若有迄个十几年的时间，人活迄个人哦，有迄个生命，伊个 life expectancy 若有计到十年哦，最最好也是个 surgery 起来较好些啦。嗯。譬如伊那，你若是讲 surgery 刮过，通常咱是爱怀较少岁，怀差不多伫五十岁以下。啊，六十岁以下通常哦哦。啊，六十岁以下也好加药吧。加药吧，哦，即其实即个人哦，咱毋是孤单看血脂的，因为你看有个人。八十岁看起来跟咱六十岁咧，有个人六十岁看起来跟咱八十岁，那所以咱无法当孤单用血脂哦，来公式看咱要用什么医法啦，咱就看一个人的身躯噶，哦，真侪人即其实哦，你若七八十岁人即无算做老了吧，因为即大家也注重身体，也注重健康，所以大家人的血脂哦虽然贵哦，大家也会也用咧噶，所以咱无法当说因为。伊血脂高，咱就无要甲伊个 prostate， 因为所以我唔只说头前啊，我咧讲，我唔是讲血脂，我咧讲迄个 life expectancy， 哦、嗯、哦。我不懂咧。咩咧 ？OK。OK 啦。啊，了啊 ，Doctor 啊，是就你那是讲，伊那就是 confirm 那是讲，伊有这个 prostate cancer 咯吼。但是照这，伊可能讲伊面骨科咯吧？可是咱即阵咱的这个伊学也进步咯。嗯嗯，啊，这里你若是说隆重的医法，个吼，即咱菲律宾哦，交美国哦，来比起来差不多。美国有诶物件，咱才有咯，恁啦。就咱若讲手术的方面来讲个吼，当然阮即国，咱即国较侪病人，咱有经验。个第一，第二哦，除非手术以外哦，咱即有一个新的方法，叫做 robotic surgery 个。Robotic surgery 是一个用机械的物件来创噶，这个不是因为这个不是意思说一个机械人要甲你刮哦，阮医生坐咧边头，不是安尼啦，这个是阮坐伫一个椅咧哦，然后阮的手有徛伫迄个 control 噶，所以阮怎啊，然后阮目睭徛伫一个迄个放大镜噶吼，然后怀细机的 instrument 都藏入去人的身躯内面噶，然后阮怎啊，阮那个戴放大镜看。即阮将啊等当代个，伊有法当控制个 robot 的手哦，通来刮一个 prostate 噶。这个我唔是讲当 prostate 啦，这个也最刮真侪项个物件咁。但是这个好处哦，就是说，第一一个 image 一个放大，我当放大十倍啦。所以你一个 prostate 翻小个哦，你若个从个大个起来哦，可能真就伫你面头前咯。所以我会更咯。我神经线咯，拢做看也清楚个，所以要手术较快啦。第二，因为咱伤口细空个，所以流血也是流较少个。哦。第三就是说，你若是因为你流血流较少，伤口较细，较早恢复就较早出院，较早出院就较早有法当个恢复健康，有法当个再去做事，也是去创你正常个代志咯。啊，对，你讲过。有阵因是听也问题听过，这个也是教诶，解药个买个一个，我当个工作你个听吧。你通常唔是孤单 prostate 人啦咯，咱若是讲毒瘤来讲个吼，隆重个毒瘤哦，那早期无听啦。你若到听个时阵是晚期了啦，所以你若是真听个时阵哦，较侪个是无法当医好咯。但是哦，咱有法当控制啦。主要哦是咱着控制个听个。所以，比如说 prostate 来讲，干那真会痛，伊这个瘤呐，拖去刮骨咧就会痛个。所以你若要控制哦，咱有一个药哦，用叫做男性的荷尔蒙个吼，来控制一个男性的荷尔蒙哦，通来控制个瘤啦。所以通常是也好 effective 的啦。那是无法的，有法当用 radiation 电来控制迄个个吼，所以有真侪方法的嘛。so far， 喂，老早在比人那里那去咧测你个。通常是也过也早爸爸，还是有会伤晚咯。所以啊，如果你十几年前哦，较早个是晚个啦。因为干那只十几年前，大家人无啥真注重健康。PS prostate 也过很多听到嘞。
不过这近来南面，但是南较像南面啊，做一讲就是讲 prostate 的代志，所以大家人先注意个。所以你若注意哦，佮较早去验，较早找医生哦。所以较最我这咧看的 patient 哦，较少人有得着个真晚期的 cancer 了。较最个是也早期的个吼，所以较最哦，佮是有办法当佮医好啦，喏，唔是说你个来 control 咯，你来。你嚟咧拖時間㗎喎，你能夠諗？啊，所以是就位嗱有過，但是位有就毒瘤，通常因為因話當啊有嘅話超過二十年冇。哦呀 ，definitely， 我講先，你嗱是說有嘅瘤啊啲刮起來了，隆重細胞吞起來落個，所以這個人哦就我當活啊夠一千股，我當活多久啦？啊，所以我相信你係不也最人㗎，我同你去手術掉，仲係個啊十多年、二十年也嗰是治咧㗎，所以。重要哦，第一重要就是说早发现、早解决，有法当长久的解决啦。这个医生，当然，但是我看到过，就万一有 prostate cancer 过，通常万一那个是咯，唔是按 prostate， 唔是，会是按心咯，还是按aneurysm 咯，所以按旁边啦，比如唔是按 prostate。是啊，对啊，但是哦，就是说你那是说 prostate cancer 以后的时阵哦，你当然是为白白行咯。但你若是说 prostate cancer， 伊未好来讲，不过你有法能去控制，因为我跟你讲说 prostate cancer 有阵较侪计是可能乌骨咧，所以乌骨安尼慢慢啊慢慢啊缩，不过你白日变啊白头较紧跳起去咧，伊就为白面变行，唔是为 prostate cancer 行咯。啊，也做安尼啦，哦也做安尼。种个 prostate 个吼，唔是孤单男的要注意啦，女的也是要注意哦，干那是，因为你女的你的牵手咯，你的是大人咯，你怀。所疼的人哦，也是有一个男的，所以你就应该说，因为男的有阵无注意家己哦，咱女的有阵会较注意个，所以唔是孤单男的要注意，连女的也是要注意个。但是哦，通常是安尼个，你若是到五十岁以上哦，该那无现象哦，你最好是去找一个医生，咱就一个 general check up 者。但是说，咱那个医生会给你验，给你 rectal exam， 给你做 ultrasound， 给你做一个 laboratory。那无代志，通常就是一年、两年、五年才阁翻来。那代志，咱当然就会较早去甲伊调查咧，啊，找一个较清楚咧，特别加照，还是从 MRI， 然后一边先那可以较早从 biopsy， 那抓到病，较早解决就有法当长久的问解决的个问题咯。所以哦，啊，毒瘤哦，唔是无药医啦，那毒瘤有药医哦，重要是说要早期发现咯。做我当解决这个毒瘤啦，喏，这个特别是前列腺的毒瘤啦 ，OK， 是个。Doctor 啊，就病人那边来查重点个，你的 clinic room number 几号啊？我 clinic room number 是伫个 medical arts building 个下底楼啊 ，815-8-8-5。八一五，就是这边处的对面个。啊，对面。八一五八楼。嗯嗯。所以那边就就你那是工地路。感觉你有啊有问题，个坎坷小便咯，还是咧疼咯，还是有啊你小便有血咯，拢爱 check up 人无，不然咱心理较袂惊吧，咱有查地好诶啦。所以我当前 Doctor Jason Letran 伊个 clinic 个是伫啊 Chinese Gen 诶对面个啊 Pier Gold 诶前面啊八一五。啊，那 Doctor 你是就拜几啊啊了几点啊？我通常是拜三到拜五，刚好差不多十点到到二三点啦。所以我今仔日不，我是较早来通交你讲，噶那无我准都准都变人到三四点噶。所以，不是礼拜三拜五那有八千的，我但是个等的，我会等。咱迄个咱即阵的装电，即个第一新设的即个 PET scan machine 个，啥物无同啊？这个 PET scan 个吼，装电的是目前全菲律宾第一新的个吼。伊有一个叫做128毫的 CT scan 啦。你若咧讲 PSMA， 你咧讲 PET scan 个吼，唔是孤单 PET 人啦，这个是 PET 则个挂 CT 啦。哦 ，PET 是叫做 positron electron tomography 个吼，所以你这个哦。伊是要签一个药，会黏咧 cancer 细胞啦，喏。不过伊这个药是咧靠迄个 function 啦，佮就是说迄个药黏咧细胞的所在。不过伊无法当予咱正确迄个身躯迄个 anatomy 啦，所以哦，你着一个 CT scan 噶。所以重点的 CT scan 是佮用128药的个，所以会较紧、较准。所以伊安尼落去哦，迄个图、迄个伤哦，
会特别较明啦。所以你我你将个笔我当念那个毒瘤的所在，再我用一个 CT scan 来检查看个人的身躯，两个连起来哦。你有我当 exacto 管啊，其实一个瘤哦，伫什么所在 exacto 啦？然后咱中间的 PET scan 地位一个128号的个吼，咱哦有叫做 FDG 的 PET scan 个吼 ，FDG 就是咧验一般的毒瘤啦。啊，伊再个有一个叫做 PSMA 个。PSMA 就是咧验 prostate cancer 的瘤啦嘛啦，所以哦，咱中年哦真 complete 多啦，喏。And aside from the fact 呐，伊呐算起来哦，伊唔是专会里边第一熟嘅啦 ，definitely。不过你呐是说伫医馆诶 PET scan 个吼，中年呢是最算出第一熟嘅咯个。这个不但是第一熟个，这个第一先进嘅啦，喏。对啊，就像咱你一等你要医生要叫你验咯。啊！你要想要咱爱斟酌，爱看到较明的，咱台先嘛着找第一马金第一先的。你要早过钱，那么伊即阵的过钱，你要比较别个那无啰道理，还是别个比出过伊的过钱，还是病人较俗啦。别咱即阵哦，咱是咧讲迄个过钱的问题啦，咱是咧讲讲自己马金第一信息有128药，看到如明，个啊，咱医生要看讲。哦，你这个毒瘤有痛啊无？啊是你毒瘤已经 control 咯？那轮到 doctor 你把话来话聊咯。通常咱咧怎样看个病人有较好些咯？对吧？按这个 PET scan 咧。是啊，咱咧我当做 PET scan 看个，就是说你一个药落去的时阵，你块所在有掉的所在，你药了你个检验那边无去，这个就是意思说，你一个药潜落去，还是一个药食落去有惊去啊？因为你照落去的时阵，怀有瘤的所在，拢总走无去了。讲，到底若看起说愈来愈侪啦嘛，就是伊说一个病情愈来愈严重，目下咱着搁换药，还是着搁加药，讲吼。所以这个别时间哦，有法通斗相共医生哦，通看说看这个病人哦，伊对迄个医疗的反应哦，有好还是无好啦，喏。好，我就是就迄阵时，我知影呐，中年有这个新的第二第三别时间个。我随时来找咱的重点的 medical director Dr. Samuel Angko， 我讲 Doctor 啊，我也最近在家看麦，你看你这个 PET scan 到底是怎啊无？但是也最在意，也最在意你问我嘛，到落下用个 PET scan 较好嘛？所以我上面讲我头我讲我无啊，大家人介绍嘛，看要去到落个，所以我本身来家重点落个，然后我才看到详细啊，咱那是看价钱，啥个少？第二，啥是这个马金第二第四个第一名的啦，个呀？你若是讲有问题，个你若我人卡这个重点的号头个87111411个，了你若是讲爱记录通，可是通常着一日还是两日转个，你到我人卡这个87111411个 local 357357，因为何里记录个个呀？噶三下隆重做手法做，我看到我叫做医啊，内边的医生讲，doctor 讲咩说，也好医得个，噶恁无问题，恁来杀重点。